老婆，今天想吃什么？我去买菜。我想吃香菜牛肉了。香菜牛肉，那行吧，那我去买点牛肉回来，我们做个香菜牛肉嘛。好的，老公，有什么要准备的吗？准备吃就行了。老婆，香菜牛肉好了。哦，你做了这么多牛肉呀？那吃就吃个尽兴啊！来，赶紧尝尝看。嗯，好。来，老婆来。好的，老公，你也赶紧吃啊。嗯，好。哎，我去拿我的萝卜干去。老公，你怎么天天吃这个萝卜干呀？嗯，我喜欢吃萝卜干。嗯，这牛肉好嫩啊！老婆，你多吃点啊。嗯，好，老公。